里面装嘅嘢系你饮落肚嘅，所以冇理由唔洗干净里边，就净系洗出边。耶稣话：我哋都要咁样对自己，唔好睇我自己靓唔靓，啲衫贵唔贵，睇下里边干唔干净。如果里边系干净嘅话，出边都会系干净。事实上，如果里边即系我哋嘅心系干净嘅话咧，我哋嘅出边，我哋嘅行为咧都会系干净。如果里边系唔干净嘅，出边都会系唔干净。外在嘅行为会反映到我哋内心嘅倾向。法利赛人睇到邪恶只系一啲人外在嘅嘢，佢哋特别睇人嘅外在，别人所表现到嘅外表嘅嘢，佢哋睇得好清楚，所以佢哋时时都睇到人哋唔好嘅一面，睇唔起人。法利赛人好骄傲，认为自己好神圣，所以睇唔起人。如果佢哋睇到人哋外边嘅嘢都系唔好嘅话，佢哋要保护自己啦，就要远离呢啲人，唔好同佢哋做朋友。但系如果冇法子离开呢啲人嘅话咧，咁啲人系都同你一齐生活嘅，咁点呢？佢哋就用礼仪上嘅洗手，不断洗手、洗手、洗干净嘅手咧，就连嗰啲人嘅邋遢嘢都唔会玷污咗我嘅。法利赛人其实好诚实嘅人，只不过佢哋嘅努力系走错咗方向。佢哋关心嘅系出边干唔干净，当然呢啲都系紧要啦。但系佢哋就忘记咗里边系更加紧要。我哋嘅心干唔干净系更紧要。未开弥撒之前，我听到人哋唱赐我一个心，你会真系唱赐我一个心系干净嘅，唔系净系只手干净。所以我哋讲嘅每一句，唱嘅每一句，我哋都系要真诚。我求天主赐我哋嘅心系干净。耶稣话：邪恶嘅根源喺我哋嘅心里边开始嘅，个根喺我哋心里边。所以我哋唔能够只系靠离开人，我哋就能够保护到自己。我哋日日睇报纸，都睇到好多有问题嘅事，通奸、偷嘢啦、杀人啦、非礼啦、贪心啦、仇恨啦、唔端庄啦、嫉妒啦、重伤人啦、骄傲啦，日日报纸都卖呢啲。呢啲嘢系由我哋嘅心开始嘅，一粒种子就喺我哋心里边。喺耶稣眼目当中，呢啲嘢系令到人不洁、唔干净，所以系一个好困扰嘅真理，造成我哋无知上嘅冒险。有啲嘢我哋犯咗错，我哋都系无知，唔知道。所以今时今日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唔认识自己，唔认识我哋嘅心系点嘅，唔认识点样去处理我哋内心里面嘅邪恶。但系亦都有值得安慰嘅一边，就系我哋去认识同埋接受嗰啲令到我哋谦卑嘅真理，比如认识自己，然后设法去改。
第一是要认识，天主帮我们认识，有些人帮我们认识，认识都不够，你改不改呢？不改，个心都是邋遢的。今天很重视身体上的洁净，我们看到卖告白，成日都卖，哪只番碱是最靓啊？哪只香水是最香最靓啊？用好多时间去关心我哋嘅环境，我哋饮嘅水干唔干净啊？我哋食嘅嘢干唔干净啊？我哋呼吸嘅空气系咪清新啊？系咪干净？我哋好注意呢啲问题，唔系话呢啲问题唔重要，但系有更重要嘅，就是伦理上嘅环境，邪恶是最坏的污染。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呢？可能我们留意到的是食物，是水，是其他东西。但是邪恶是最大的污染。邪恶的开始是在我们心里面。同样善的根源都是来自我们的心。我们的思想，我哋讲嘅说话，我哋嘅行为，都系由我哋嘅心开始。我哋嘅心，好似啲水喺一个水泉里面涌出嚟。如果个水泉啲水系干净嘅话咧，涌出嚟嘅水都系干净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先洁净呢个根源，就系洁净我哋嘅心。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个大师，他有一日问他的徒弟，他问人的生活一定要避免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徒弟他说要避免邪恶的眼神。有些人望人令人很害怕，这个人很恶，一望就离开。第一个徒弟话避免邪恶嘅眼神，第二避免靠唔住嘅朋友，第三个话避免坏嘅邻居，第四个佢话避免坏嘅心肠。个大师佢鍾意最尾嗰个答案，因为包括埋上面嗰三样。跟住这个大师又问，生活中一定要追求的又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徒弟他说要追求的是友善的眼神，人家望到你的眼神觉得你很友善，想过来跟你聊天。第二个就说是好的朋友，好的朋友你会黏埋去。第三个说好的邻居，第四个话好的心肠。大师话我都是喜欢最尾那个，因为都包含埋其他的三样。有好的心肠，你的眼神是善的，你的朋友都是善的。我们要努力先使我们的心洁净，今时今日要完全有一个洁净的心呢，是很难达到的。所以我们时时要警惕自己，我们时时都要面对这个挑战，时时都问我的心干不干净。一个干净的心和一个空的心是完全不同。一个洁净的心唔等同一个空洞嘅心，一个充满爱嘅心就是一个最洁净、最健康嘅心。问下心脏医生，我相信佢都同意呢个讲法。记得沙士嘅年代，一啲可敬嘅医生、护士、医护人员，虽然佢哋我不停咁嗌口号，
洗手洗手洗手，但是他们的心是非常之干净充满爱的，甚至他们肯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回很多人的生命。他们当中有些未必是教友，但是他们已经活出了教友应该有的精神。身为医生，身为护士，医护人员，他们不理那么多，他一味是照顾病人，曾经救回很多人。他们牺牲了的时候，几多人向他们献花，不理他是不是教友，他们个个这些爱心值得我们尊敬和值得我们效法。可以说这些人就是生活了今日圣经的教训，是生活最紧要，不是只是听，是每日都摆心，那我们的心自然会干净，我们都会影响其他的人都干净，大家都开心，大家都平安。